第一位选手中正高中的林敬杰。啊，长拳基本的这个所谓的步伐跟手法就很明确了，就是这种弓马虚扑歇。对。啊，包含这些手法上面的掌法，还有拳及勾手。高度很够。好，扣腿平衡。扣腿平衡的另外一只独立脚要打水平，否则会被扣分。看到这种腾空的动作啦，还有这些抡臂的动作非常的多。扎拳，这个也是长拳的这种基本动作。这个虚步质量非常高。好，这是林敬杰带来的长拳演练。第一位选手可能会等的比较久，8.56分，质量被抓了0.2。